不配合，请坐。主席致辞。各位同心，各位同志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真欢喜吼！今日阁是咱台湾民政府的高级班的开始，国再一摆开始的训练。来，我要请教各位，因为我个看法吼，你有诶真侪人无上初级班就走来高级班呢。你无上过初级班的，请你举手。遮侪啊！会害啦，安尼你敢听有？我咧讲，你敢听有？对，我讲台语，你全咧听有诶啊！我咧讲法语，你敢听有？你听有啊？好来，我家己甲你考试一下。我看大家爱目睭起起，因为哦，恁拢会看来看去。目睭起起，卖看我，你看我，我就知影你目睭无起啊。不要看我哈，眼睛闭起来，来，照你家己意思就好啊嘿。咱台湾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啊无？有诶，请你举手。无诶，请你举手。然后，目睭紧起来，这就是讲爱先上初级班，再来上高级班啦。遮侪人讲台湾无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。我跟你讲吼，日本有一个靖国神社，恁知影毋知影？知影举手。靖国神社，然后啊，中华民国有一个忠烈祠，知影的人举手。啊，请问咧，忠烈祠要创啥？忠烈祠要创啥？就是啥？就是讲军人啊，过身去替迄个国家打拼的，军人替国家打拼过身去，啊，藏伫。忠烈祠对不对？啊，忠烈祠，迄是啥物人个忠烈祠？有个人讲是国民党个，啊，有个人是中国个，啊，到底啥？是中华民国个忠烈祠，啊，中华民国实际上是中国个，中国个忠烈祠。啊，是啊，台湾人过身去替国家打拼过身去，啊，藏伫日本个靖国神社。啊，靖国神社个定义是中华民国个忠烈祠啊。啊，为什么？是安怎？因为因是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替国家作战啊，过身去啊，替这个国家，替这个国家。好，来，我问看卖啊，替日本的举手，啊，替台湾的举手，拢唔对呢，是替大日本帝国战争呢。日本跟大日本帝国有同款无？有同款无？没有啊，虽然没有。啊，你去看咱的台湾民众的官网，你有看无？有无？有会举手？卖假骗，有啊无？搁讲一摆，有看台湾民众有官网的举手？啊，内底我就写一篇文章，讲大日本国跟日本国，来迄、那个官网好出来，好大家看卖啊。这就是今日有真侪人搞不清楚，这是你上高级班爱学的物件。来，来，搁下卡一个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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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，然后，应该是，来来拉下来，搁拉下来。不是啦，不是这边啦，有一边大日本，大日本国与日本国，那让恁去找找了，找好出来。我甲各位讲，先讲大日本帝国甲日本政府是不共款。今日的日本是因为1945年麦克阿瑟改修改宪法，无共款的宪法就是表示无共款的国家。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有在台湾实施，在1945年4月1号。迄当阵在台湾实施以后，台湾即块土地变成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人民变成
日本天皇的臣民、臣民、大臣的臣、大臣的臣、臣民，这就是这篇文章内底啊。大日本帝国甲日本政府无同，所以你唔通想讲，我即马甲恁讲，讲咱是日本人，啊！你等于马上讲，我要来日本政府甲申请日本的护照，因为今日日本政府和咱以前讲的日本帝国是不一样。所以这是真深的物件呢。啊，所以过来看我家。咱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迄当阵是以什么名去参加？大日本帝国的名参加。那跟你讲一个最近发生的代志，越南有一个暴动，5/13/5/13暴动。5/13暴动的时阵，你中华民国外交部印一个牌啊，写讲我是台湾人，唔是中国人，叫遐台商啊，打去身躯顶。我跟你讲，防怕如天，因为谁讲我是台湾人，唔是中国人？因为我是台湾人啊，这句话是以蒋介石迄当阵有去占越南，伊占越南的时阵啊，甲伊占咱台湾同款。对越南的人啊，同款给奴隶，给扣税金，无所不至。甲今日的台湾，对咱台湾人同款的待遇啦。所以越南人啊，你们看伊普通时好好呢，伊派起来的时阵哦，非常的派。你想看卖啊？越南人有法度甲美军战甲，互伊密密麻麻。越南甲美国去战争的上界有名的代志，啥物？哦，地下道。我捌看吼，迄电影，迄地下道吼，甲翕出来吼。我伫想讲，想象呢，我若伫迄地下道内底吼，我免待十分钟呢，我干那迄十分钟哦，我就待不了。越南人挖地下道，啊，而且呢，对这个死这个字啊，伊唔知什么叫死，所以才美国叫拍个密密麻麻。啊，但是是安怎？越南对日本真好。为什么？日本当年发动太平洋战争、大东亚战争的时候，日本伊的口号是啥？伊用安尼，那拢无读过历史的款哈，有读册人举手。课本无教，伊讲吼大东亚共荣圈呐，伊就是以前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以前。整个东南亚所有的差不多所有的国家拢是人的殖民地，拢是人的殖民地啦，拢是较强的国家的殖民地。迄当阵，日本为着要将所有的人伫殖民地的这个统治底下要甲因解放，所以伊才发动大东亚战争。啊，拄啊开始的时阵。我有听讲胡志明，听讲胡志明是台湾人呢，伊是倒位人，恁知无？嘉义，伊迄个啊做，迄个洗温泉，迄个叫啥？关阿娘，关阿娘人。是安那关阿娘？伫迄个时阵，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呐，胡志明因为是日本军队，为日本的军队啊，走去伫越南替越南的战争。胡志明。的机场，迄个机场啊，伫北越的迄个机场，什么人去的？日本人去的。所以今日的越南的人对日本人啊非常的好。靖国神社去个参拜时阵，全世界干那两个国家的人甲抗议，一个是中国，啊，另外一个是韩国。韩国是安那，在1905年的时阵啊，伊甲伊签一个并合条款，迄当阵。韩国的国王皇帝啊，去被推翻了，所以伊的总理呢，和日本的天皇签一个并合条款。这个并合条款内底讲啥？就是讲韩国的主权仍然留在韩国，但是管辖权交予日本天皇。啊，这是标标准准的殖民地。台湾呢，是在1895年4月17号签《马关条约》。签这个《马关条约》内底是讲啥？台湾
加澎湖，永远听清楚哦，永远哦挂念乎日本天皇。啊，这是什么人挂念？就是将主权、管辖权两个拢交予日本天皇。所以第二世界大战以后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的 A， 日本放弃台迄、那个澎湖哎韩国的管辖权。他都跟我讲过啊，韩国盖签1905年的并合条款的时阵，以韩国保留啥主权啊，什么交予日本天皇管辖权。所以第二世界大战的时阵，旧金山和平条约二 A 内底，伊讲日本放弃管辖权，日本天皇放弃，日本政府放弃管辖权，啊，所以伊本来有主权，啊，个日本天皇放弃管辖权，啊，所以韩国无马上啦独立建国。台湾无同款啦，台湾的第二条 B 内底，日本政府放弃管辖权，啊，放弃管辖权，主权有放弃无？无啊，伊无都放弃，所以主权要搁伫什么人的手头？日本天皇的手头。啊，既然日本天皇伊的手头，所以你台湾人一直讲要台湾要独立，美国甲伊讲不可以，是安那？因为照旧金山和平条23条，美国是台湾这块土地主要占领权国，所以你若讲台湾人要独立，安尼伊讲独立代表战争，是安那？美国未当互你独立，这是安怎？美国讲未当互你独立，啊，甚至台湾人想讲要来公投。啊，那独立会使哩无？美国讲不可以，谁那袂当讲的？因为台湾这个土地有两种人，一种是中国人流亡在台湾，啊，另外一种人就是咱本土台湾人。啊，这两种人要讲的，是咩那讲的？要听上嘞？咱台湾人一定讲啊，听台湾人的呀。啊，中国人伊会讲哈，伊讲听中国人的呀。啊，同美国讲不可以公投。所以是怎样到今天为止，美国说你不可以公投，你不可以独立，啊，有很多人想不，哦，原来是台湾这个土地主权要搁在日本天皇的手头，管辖权放弃，啊，所以台湾剩一条路给他走，这条路是啥？自治，自己管自己，那这自己管自己啊，自治这两字啊，的英语啊太多了， autonomy 主题 self-government 主题，很多的自治，到底是要用对一种？美国最近有一个亚太地区的国务卿、副国务卿的助理叫做罗素，伊讲美国支持台湾主题，有无？有无？有看到这句话无？啊，等下足欢喜讲，哇，安尼台湾要主题啊 ？No。那个台湾自治，那个台湾是什么人？是台湾关系法内底台湾管理当局，就是中华民国啦。美国要支持中华民国主体，啊，免啊主体，当然情况无咧。啊，你台湾中华民国即马就伊也是台湾啦，免啊主体，因为中华民国美国已经讲了啊，伊要等于金门、马祖甲平潭。去遐的时阵，美国要照常要甲伊支持，叫伊主体。不是你说你台湾人啊，因为美国若要说台湾自治啊，第一他要去问天日本天皇，他有同意吗？啊，你想日本天皇会同意吗？你觉得他会同意的举手？啊，你觉得他不同意的举手？哦，都说不同意呢，你都日本天皇呢，我甲看日本天皇，因为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一条A 内底已经讲啊真清楚啊，就讲日本天皇战败，啊战败有战争的责任吗？战败伊放弃国家的管理权，国家的国事啦，国家的事情啊放弃要搞什么啦？搞好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来做管辖，啊所以台湾民政府都是伫战争法内底。去用占领地区的老百姓自己要成立的政府，叫做台湾民政府。所以你来去上课，人甲你问讲：啊，你要对？我要台湾民政府上课。啊，人甲你问讲：什么叫台湾民政府？你也要讲无？也要讲会举手。啊，不要讲会举手。啊，你是足嗨呢？啊，不要讲啊，是变哪啦？你等于变哪啦？
啊，恁即马国技班毕业，伊也是做官员呢。啊，官员含官员都袂晓讲，我阁讲一摆互你听，听清楚哦。你即马讲一摆，你若袂晓，我要叫你徛起来问哦。啊，若徛起来问哦，袂晓全徛了。听清楚，伫占领地区，在占领区的占领地区的人民，我们是被占领啦。咱今仔毋是中华民国，你甲你管啦。被占领地区的人民，自己依照国际战争法所成立的政府，叫做民政府。啊，因为伫台湾就叫做台湾民政府。啊，那伫伊拉克叫做伊拉克民政府。啊！伫琉球叫做琉球民政府，啊，你知无？再讲一摆，再讲一摆。被占领地区的人民，依照国际战争法，自己成立的政府叫做民政府。啊，那安尼民政府成立，啊，民政府顶管有人无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哎，占领者对，未歹，就是这个占领是什么人？美国叫做美国军事政府，叫做 USMG。US 是美国嘛，哈 ？MG 的 Military Government， 美国军政府。所以台湾民政府的顶头上司就是美国军政府，啊，你知不？啊好，美国政府。美国军政府是咱台湾民政府的头家，啊，咱即马就是讲，啊，我台湾人，我若要出国，照道理来讲，爱摕什么法的护照？摕什么护照？对，摕美国的护照。但是因为台湾这块土地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所以袂当摕护照，爱摕啥？旅行证件，叫做 travel document。啊，这 travel document 有勒无？有，什么勒？琉球，琉球嘛是日本天皇的土地。迄个美国占领，1945年4月7日，美国开始甲拍。啊，占领琉球以后，美国伫1952年4月28日开始，琉球的人若要出国，唔是摕日本的护照呢，唔是俾美国护照，摕美国，即叫琉球群岛美国的这个 MA。美国的民政府的护照来这张，你有看吗？所以各位，我有跟各位讲过，我们很快的在6月中旬，其实美国已经将旅行证件的密码已经交给我们，我们在预计在6月中旬以后，我们就会开始发行台湾群岛美国军政府。这几字加起来就是台湾民政府的旅行证件，啊，有效期间15年，啊，你有欢喜不？但是迄个申请爱钱诶，唔是免钱，我先跟你讲哦，甲美国同款，15年有效，啊，会当去几个国家？美国的护照会当去什么国家？你就会当去什么国家？啊，你万一你若去迄个国家，你有出生代志，要安怎？找美国大使馆，伊也甲你帮忙，伊也甲你处理。啊，咧美国将美国人来叫来替咱做咱的工课，安尼好无？嗯。我甲你讲，战争虽然输啊，好处袂歹。我甲你讲，你唔相信？过去咱就是讲战争若输吼，足凄惨的，迄是过去的观念，因为过去。国家甲国家若战争，啊，输的去用占去，迄块土地变因家的，迄叫做并吞。但是呢，有国际法以后，国际战争法以后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就是台湾人伫这块土地照常会当生活，台湾人伫这块土地照常会当来做主，只不过是讲伊占领者的意志，就是命令。咱都要讲占领者的意志，那占领者的意志不可以违反人权。像那咱伫2006年10月20日去告美国，就是这啦。因台湾人讲，60几年来拢生活伫政治的连接，生活伫
就是讲咱台湾人是中国人，其实咱唔是中国人。美国甲咱台湾人教几啊摆啊，拢教无啥会，教教就是佫找真个讲是中国人，因为这个教育非常的厉害。你知影吼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所以咱伫细汉的时阵，学校甲咱规定讲袂当讲母语，袂当讲台语，啊，讲台语甲你罚钱，迄唔对呢。袂使讲叫咱讲台语甲你罚钱呢。照道理你听，咱爱讲台语，啊，伊个北京语袂使用教育的呢。啊，而且你读册的时阵，照道理来讲。国民教育是义务教育啊！啊，义务教育爱钱啊，免钱，免钱。来，我问恁各位，恁读小学时有交钱的举手？拢有啦，拢有啦，拢有啦。你读小学拢有交钱啦。安内讲义务教育，啊，读中学有交钱的举手？啊，所以中华民国讲的义务教育是真啊假？假啊！啊，所有拢在给你骗啊！骗啦，骗几波，伊是一个诈骗集团。啊，即马才回过头来讲，台湾民主是诈骗集团，想无呢？来，我问互你看，台湾民主有要求你募款的，哪有募款的台湾民主有请你举手？啊，若无的，请你举手。我你有看哦，这电视有伫翕呢，伫美国看的。咱若讲诈骗集团，啊，若诈骗集团，全世界无迄个诈骗集团够够了钱诶。咱有电报在有无？爱钱无？啊，钱毋着为着来呢？迄我袂当讲，啊，有人替我讲啊，啊，恁听咧着？迄答案就是对诶。啊，就真简单，就是美国要甲你帮忙啊，帮忙我互你台湾人，啊，甲你知影你家己诶身份啊。啊！你认为足趣味的？你认为讲我不是我的我？听有这句话举手，有人听有？含李登辉甲问我讲，我唔知影什么，我甲杜问讲，啊！你讲我不是我的我，啊？请问李先，啊？你知影什么意思？伊讲我嘛唔知影。含李登辉都唔知影什么意思，恁只有人敢举手？台湾人拢会举啦，我无甲你骗啦。你想讲吼？啊！我伫讲我捌啦，啊！我若唔捌会放笑啊？我讲，这种的教育不对的，捌就捌，啊唔捌就讲唔捌，安尼较好啦，对不对？好，咱台湾，咱第二世界大战，咱建树，所以咱四期遐建替咱台湾人建军四期遐人，日本无一定爱甲你囥去靖国神社甲你参拜，39,100名，39,100人。你家己要去靖国神社参拜，请你举手，无半个，啊！你拢无人情的啦，遐人伫哭啦，遐人讲吼，啊，无唔对，无唔对，你唔捌，遐人伫哭啦，是安那？三年前，咱派150个台湾民众的官员去甲参拜，参拜的时阵，当然我唔是迷信啦，有两个。佛教的朋友啊，当场起动。当然，我不一定相信这人哦，因为读册人未当讲这个怪力乱神。但起动伊哪讲呢？讲这句话，你真的你目屎会流落来。伊讲哦，我们非常感动，头一摆台湾人、台湾民政府来甲阮参拜，阮足久毋捌登去台湾啊。啊、所以问讲，你来，你会当回来啊？伊讲袂使，拜托恁这150个，伫祭拜的时候，甲日本天皇讲，互因回来台湾看看。安尼有甲讲，啊，所以过当年，迄年的12月20号到24号，啊，迄年的12月31号，咱一家哈、啊、举办啥忘年会。我若甲你讲，你绝对你会惊到。迄、那个忘年会迄年哦、喔，迄天气寒到什么款的程度？袂输敢那伊遐英灵哦、喔，全将日本的寒哦摕转来台湾。你若问迄年哦、喔，参加后壁遐有人参加足侪的，真正大家坐到头顶啊，那奇迹呐！啊，我讲哦、喔，我伫大会我讲啊，
我估计应该是遐英灵回来了。啊，实际上哦，这就是安那，咱为一年开始，咱每一年10月20号到24号，拢去甲拜。啊，讲啊很奇怪，去参拜的人到今日为止，拢身体健康呢，年纪偌大拢无要紧呢，有奇怪无？足趣味的吼，这是我头来讲，这是你甲当作怪力乱神，我咧讲笑，但你当作参考。台湾人替咱台湾这个国家，迄阵是大日本帝国去战争死去，日本政府甲伊参拜伫靖国神社。啊，这个忠烈祠内底有拜台湾人无？你捌去忠烈祠看无？捌无？你唔捌，但我甲你讲，无甲一百个。我讲一个足简单的例子就好。两年前，军机的驾驶两个去龙山过身去，伊的家属甲国防部讲，啊，阮的家属驶飞机去龙着山，啊过身去，是毋是咧甲伊囥伫忠烈祠？中华民国甲回答讲 ，no。敢若有一摆讲 yes， 洪仲秋要互伊囥。但洪仲秋的家属讲：“我不要去。”啊，在你对这个所在啊，你会当想真个代志。是安怎？台湾人做兵过身去，要囥伫个忠烈祠袂使哩。啊，是安怎？台湾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死去，日本规规矩把你的灵魂囥伫靖国神社。答案就出来啊！我们是规规矩矩。堂堂正正的大日本帝国的日本台湾人，所以2006年10月2日是咱抗过美国，美国的结论是啥？2009年的4月7日，伊宣判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是安怎无国籍？暂时无国籍。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，是安怎无政府？因为中华民国唔是咱的政府。第三点。本土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的炼狱，什么叫政治炼狱？台湾人的头壳内底要过去登选票，登什么选票？登中国人的总统、中国人的立法委员、中国人的议员。明明都台湾人，竟然去登登票，我感觉这登票是严重的代志呢。来，你敢知影？中华民国有一个制度，你若去登票，互你登票，迄个人会当摕30块。知影人举手，哦，即马较侪知影，也还佫有人唔知影举手，哦，足可怜的，去登票红旗还佫唔知影，啊，政党一年佫爱给伊50块，所以立法委员伊的政党摕200块，所以你若去登一摆票，若讲立法委员佮伊的中华民国总统的时阵啊，你会了了的230块。好可怕哦！咱在座有捌选举的举手？唔是啦，唔是讲选举，叫讲选举啦。有当候选人的举手？有啊，在座有啊。你有啊？你有摕到票啊？你有摕到钱嘛？哦，你阵阿伯，50几年啊，迄阵阿伯，哎，即马开始呢，中华民国为着要拐这台湾人来甲伊选举，所以呢，台湾人足可怜，就是讲哦。啊！你即马你无去登票哦，伊怎啊甲你讲啊？你无登哦，我无你要登哦啥？啊！所以我甲你讲一句话：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不对？对的举手，唔对的举手。啊！唔知的举手，你唔知啊？讲唔知啊？哦，迄阵无上初级班呐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这句话绝对唔对，是安怎讲？敢若秘书，我甲你问讲。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，对个举手。是安怎讲唔对？因为你要摕国宾饭店所有权证，你摕出来无？你摕袂出来。所以台湾是台湾人，台湾即句话是啦，你甲你乖你的票，互你团结。我讲这选举是吼很可怕呢，是安怎讲很可怕？伊即爿选无掉，啊伊即爿甲你讲啊。台湾人无靠合作啦，讲台湾人不够合作啦，我就想讲奇怪嘞，台湾人是安那无靠合作？二八
有一年是礼拜选举的时阵，你有去甲人手牵手无？有无？有会举手？我嘛有啊，啊无会举手。迄个时阵恁无是很奇怪呢？你无爱台湾呢？你礼拜的时阵，李登辉出来号召，大家去牵手。我妈妈八十岁，嘛叫阮都爱家用车甲载去，嘛要甲人牵呢。现在全台湾拢伫牵啊，对不对？对各位。台湾有合作无？足济合作的，啊嘛足济人去参加示威的，去互车弄弄死也无人甲你管的。民进党啊，有一摆两个奥利桑，我阁会记得足清楚的啊，伫台北市啊，伫迄中山两个边啊去互弄着啊，啊弄过身去啊，有人去插伊无？无人。迄阵阵为着国民党讲要去中国，有真济人讲去抗议。啊！去予迄个黑山军啊，拍甲密密麻有无？园林我阁会记得咧，我阁去遐看咧，阁甲包钱予伊咧。啊！是为虾米人？民进党号召的啊！我毋是讲民进党不好，你听我清楚，因为民进党的人搞不清楚啦。来，民进党甲国民党有共款无？有共无？无共，好。民进党甲国民党无共款，因为国民党叫做中国国民党，对不对？对会举手。中国国民党，对不对？啊，唔对会举手。啊，唔知会举手。你不知道啊？中国国民党这么简单，就是中国国民党啊，是中国的国民党啊。好，现在知道了没有？好，知道了。啊，听好，听好，听好。啊，民进党叫啥？叫台湾的野手，民进党是台湾的野手，较勇敢的，无人甲你笑啦，咸唔对嘛无要紧。民进党是台湾的台湾民进党的野手，啊唔知的野手，啊唔对的野手。哦，来来看嘛吼，我袂当徛一只空嘴薄舌呢，我讲证据给你听呢。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讲啥？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。你讲伊民进党伫台湾伫倒？我讲一摆，党章第一条哦，甲伊个台湾决议文啊，伊讲个哦，他自己讲的啊。伊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字叫做中华民国。他那讲台湾民进党个举手，我欢迎个爱，爱个你拍一个。哦，东港唔爱看你甲邓票，你创啥？啊，你看，拢天眉邓啦，真正是天眉邓啦。所以你甲看吼，所以民进党袂当叫做台湾民进党啦，伊是台湾人尔啦。啊，国民党冇台湾人呢。当然，国民党个台湾人迄足可恶个，对不对？伊无代表就我中国。啊，民进党呢是甲你骗啦。所以我问你咧，民进党叫做中华民国民进党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来。中华民国简称什么？中国，搞么样？中华民国简称中国的举手，啊，唔知的举手，啊，无举手是啥意思？好，啊，对不对？台湾，台湾就无写台湾两字呀。中华民国的简称就是中国啦。好，来，听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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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什么？中国。我别讲啊，你较紧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啊，中华民国简称中国，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于中华民国等于中国，三个都是叫做中国啊。啊，你算什么意思？你去用骗你啊！所以台湾人吼，真正是吼，拢伫困呐，加咱这个。大哥讲的，我都无看过伊的党章，啊！你无看过党章，你就对号伊。我吼拢青面地啦，恁吼地地红掠去卖吼，搁你共算钞票啦。我讲有理无？红掠去卖，搁算钞票的野手，拢唔敢举你嘛，拢唔敢举你看。好，来，
也过咧，也过咧，台湾人做诶代志吼，迄、那个会互笑死诶代志，也够侪，有够侪咧。蔡英文，来讲蔡英文啊吼，当然国民党是免讲，国民党迄番含讲都免讲，迄都拢中国人免插伊。来讲蔡英文就好了。蔡英文啊，去美国访问诶时阵，咱咧报道人讲，哦，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位进到美国国防部，有无？你有看这个新闻有无？我跟你讲，迄假。因为美国和咱去谈判的迄人有确实甲讲，国安局甲讲，因为蔡英文哪里有到国防部？他根本连国防部进去都不能进去了。美国的国务院甲国防部甲讲足确实的一句话：，你中华民国内底所谓政党政府人员，没有一个美国跟他有私底下往来。吴钊燮。民进党的驻美代表嘛，安尼讲啊，伊讲，干那甲一个单位有联络尔，但迄个单位哦还太小，这是三年前讲的。啊，迄个单位是啥物人？你想？台湾民进党巧啦。啊，我若无讲，你嘛唔知啊。但是我甲你讲，你就知道是台湾民进党。干那咱甲伊有滴联络尔。啊，是啊，那伊要甲咱联络，咱有话讲啊。家己，拢不爱跟阮联络。阮这个民进党这大党，啊，阮国民党这尼啊大党，啊，拢不爱跟阮联络。啊，干那跟你联络？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？因为，哎，什么什么什么？过来啊，过来！因为我们告美国政府啦，对不对？你家己爱怎样？你今日上课，你就是加入这个团体，恁。袂当讲你啦，咱去控告美国，啊！你想啦，哪有人甲你告啦？啊！这样告了，你输啦，啊！人对方赢啦，啊！你爱该和解，爱阿面，爱和解的举手，啊！唔免和解的举手，哎、欸，啊！你算靠甘愿啦，咱告输嘛，美国讲啊，咱告输嘛，啊，告输，啊，要和解的时阵爱找什么人？原告嘛。美国现在告诉我们、啊、他现在要和解要找谁？找我们台湾民政府啊，干什么？就是要找我们 啊所以你找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如果说什么，他要做啊，干什么？我们跟他说几项事情。第一，我不要让中华民国统治了啦，他要离开了啦，因为整个太平洋地区都已经和平了。这是杜鲁门说的，因为杜鲁门在1950年6月25号，韩战爆发的第二天，1950年6月27号，伊讲台湾的地位要等到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以后再来做决定。所以咱告美国以后，咱甲美国讲，好啊好啊，已经安定啊，对不对？你爱来甲伊讲啊，啊讲啥？喂，中华民国替你美国占领台湾这么久，你可以离开了啦。以前那叫伊离开啊，中华民国去甲美国斗，甲斗啥？哦，啊，共产党压迫了我们，所以我们才中国逃到台湾呢、啊。啊，我们如果回去，有迄共产党会敢台呢？啊，所以啊，迄当阵啊，伊就赖皮伫台湾。好加在1999年，诶，即个6月29号，埃克法签蕊，什么埃克法？埃克法签约的时阵，就伊迄一天开始，中国国民党、中华民国和中国共产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。所以埃克法签了，哇，我好高兴！我甲美国讲，好啊好啊，伊签了，伊会使回去啊，好解的嘛。本来因两个讲伊相拍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咱有够衰呢，伊相拍，哎，走无所在，再走去咱家来呢。啊，走去咱家无要紧哦。咱就爱交税金甲饲呢，咱就搁去做兵呢，迄拢唔对呢。所以咱甲美国讲，我们不能再当中华民国的兵了啦。所以马英九宣布停止征兵。后壁这两三年，伊个国防部、中华民国国防部讲要恢复征兵，有无？但是马英九有几下摆两三届拢出来讲，我们绝对不会恢复征兵。迄不是
国民党对你台湾人好呢？真正无平安啦！这是什么原因？因为台湾民众抗过美国，你若搁伫台湾征兵，我就搁告奥巴马。哎、欸，你点点哟？啊，有的人唔免做兵啦，吼，有的人唔免做兵都不要紧啦。反正做兵是领导的代志。啊，其实吼，咱若执政以后，我们第一个要求，要要求啥？爱背呢？有做两年兵的举手。啊，做三年的举手，爱背无？啊，爱背的举手。啊，好啦，拢通过，通过。哎、欸，啊，查某拢免举手。啊，恁的爸爸妈妈，啊不，爸爸啊，哥哥姐姐，啊不，哥哥弟弟，拢无去做兵吗？啊那啊那是哈？啊，一年也可以啊。伊即马唔免，你即马拢免做兵啊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叫人去做兵哦，那是违反国际法呢。违反战争法呢？叫人去做兵的人是犯了啥战争罪呢？哎，战争罪是很严重的呢。啊，所以美国这么嘛，你惊惊啥？哇、哦！政权高兴哩，你只想来甲吐，我唔知要哪背。我讲吼、哦，免惊免惊，因为当年琉球献给美国的时阵，哈、哦，1975年诶5月15号还给日本，迄当阵美国甲日本政府要求了就是3亿2000万。实际上3亿2000万吼，一概念是啥？就是迄当阵战争结束以后，韩国甲日本要求他赔偿，一赔了这，一赔1亿5000万尔尔，为着琉球啊，一赔3亿2000万。伊安怎讲？伊讲哎，我伫攻打。攻打那个琉球的时候，我派了2000多艘的军舰，我牺牲了将近8万名的美军，你要赔呀、啊？我讲战争的输哈，拢爱赔了，所以你战争都要战赢。啊，那战赢哈，日本一旦落尾遐尼啊好呀，明治维新以后啊，一怕战争拢怕赢，一怕苏联战赢，怕中国战赢。伊就是拢战争战赢吼，啊，赔偿的钱吼，摕等于因国家建设，啊，摕等于遐钱啊，搁做国家侪军舰出来，啊，所以呢，日本诺贝尔也变作全世界第二次世界以前全世界是第一名的军队呢。咱是日本人呢，照道理我们也与有荣焉呢，啊，所以与有荣焉，所以今日。美国的国防部、美国的国务院真讨厌什么人？台湾人，伊是对中华民国迄个台湾、迄个中国人好呢，对咱台湾人是足歹的呢。最近有一篇文章，啊，你美国将台湾人敢那看作空气的，敢那未输无台湾人啊？台湾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存在，爱怪啥？怪咱家己台湾人。1950年6月25日汉奸爆发，1950年的12月，美国派马克阿瑟来台湾，蒋介石甲方家安排，迄当阵省议会议长叫做黄兆琴，伊安那讲，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，啊，夭寿，即句话全伫美国国务院内底有记录。好佳在伫2006年10月24号，咱台湾民政府。派人就是以我做代表去告美国政府，我是台湾人，不是中国人。美国为迄当阵开始，伊嘛看咱未起呢。伊本来吼、哦，国务院讲哈，这人伫开玩笑啦。啊，奥巴马嘛伫问呢，啊，这个 Roger Lin 到底啥物人？我拄啊做总统就头一项就是接到这个传票，就是这个 Roger Lin 卡过，用台湾人。啊、所以呢，罗贝亚美国奥巴马派因小弟有两届来台湾人跟咱见面，啊，又甲答应，第一任期结束的以前，一定会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哎哎哎！我恁足无趣味的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对你家己有好处呢，对不对？正常化以后吼。有偌济好处，你敢知影？啊，先卖讲好处啦，啊无咯，
你讲我咧甲你怪，有好处你才卖，啊无好处你拢卖。啊，其实，咱台湾人受苦太久啊。台湾人过去拢去惊中国用飞弹甲你拍，有无？惊伊下手，啊唔惊伊下手，即拢无老实啦。什么唔惊？其实飞弹会拍台湾有效无？我甲你讲哦，飞弹哦，啪砰一下，卡实讲一只飞弹直接砰爆炸啦。迄、那个窟窿吼，一窟窿两两啦，未死几个人啦。飞弹所谓可怕是啥？心理。战争的时阵，大家拢找枪对不对？我问你咧，你可能无这个常识。战争的时阵，因为对方开枪，甲你拍到死去的，一比例，你想讲悬啊低？高还是低？很低很低啦。可见哦，迄支枪要拍到你无遐简单啦，拢拍袂到啦。你不要相信，我讲给你听。有一个人叫做黄文雄，甲郑自在，1970年的时阵去暗杀蒋经国，有无？迄偌近，都无20公尺咧，啊，枪出来砰一下无着。所以你想讲，战争的时阵，迄枪足简单啊 ？No， 要用枪支甲你拍着，无遐简单呐、啊。所以啊。战争无你所想的遐可怕，战争即卖可怕是原因伫落，以美国的杀人武器啊，非常进步。伊即卖拢用，他们讲哦，你像这个美国甲迄个伊拉克伫战争的时阵哦，伊拉克的部队啊，含看到美军都无队，都输去啊。是安怎？因为美国真厉害，伊伫迄个时阵。伊用电子战，军队伫战争的时阵哦，就爱啥听命令。你捌做过兵的拢知影，顶管命令来讲，你往东前进50公尺，哦，你的部队往50公尺；你往西前进60公尺，你就前进60公尺。但是美国甲伊拉克伫战争的时阵，一开始战争啊，伊顶管的卫星啊，砰一下将所有的联络的。无线电遐系统啊，拢总切掉，哇！部队拢无目睭去啊，所以目睭金金看到美军入来，要创啥？投降？安尼尔。所以美国伊个伊拉克战争无死几个人呢？颠倒意外死个美军啊，比战争死个加几啊倍？这就是很主席的战争，所以战争有啥物可怕？啊，中国就是骗咱台湾人，即马最近。这两年给你骗啥？哦，中国有航空母舰，有无？有无？那架航空母舰叫啥？叫什么名？辽宁号、辽宁呐、啊。那架航空母舰，我所看的有11个国家有航空母舰，干那一个国家也航空母舰顶管无飞机，你捌看无？来，我给你看航空母舰。迄、那个、迄只、迄只辽宁号，辽宁的哦。喂，这不是航空母舰呐、啊？航空母舰哦，顶管无飞机啦，城内无飞机。哦，你看，佫挺乌烟的。这就是你跟你讲哦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你敢拍？这是最好的标靶。好、哦、来，啊，老妹啊，吼，互咱个笑笑的吼。我过无偌久哦，伊等于油擦擦的，啊油擦擦的，夹得水水啊！我讲你啊看，甲行入一记，即只辽宁号顶管无飞机，啊若无飞机的航空母舰是要创啥？啊，即只航空海上旅馆，即只航空母舰，哎，即只航空母舰偌济钱买？你知不知？2000万美金买，啊有俗无？你知影美国的一只航空母舰偌济？69亿。美金，69亿兑2000万，啊！即马迄只接下来要创啥？专门伫吓恁台湾人。哇！航空母舰哦，你看到鬼？即只航空母舰较有效啦。来，
这架航空母舰诶，上界大的原因就是伊无，伊内底无飞机，啊有啦，伊即马有迄个高空特技队啊，伊所有的空军啊，扣两个人哦、喔，迄、那个表演特技，伫迄顶管降落亭安尼，战争毋是扣两架飞机尔呢，所以这架航空母舰是无效的，这架航空母舰。啊，還有一个足大的缺点，伊航空母舰无迄个飞机的原因伫倒，伊欠一条绳啊。这条绳啊是要创啥？因为飞机若飞起哩，真简单啦，拢要飞拢真简单啦，要落来才是问题啦。落来速度足紧的，对不对？迄、那个尾啊，甲勾起来，迄条绳啊，伊无法度做啦。你唔能讲，就是讲迄条绳啊足简单的呢。这条绳啊，吼、哦，这条绳啊很简单呢，不简单呢。这条绳啊，不是用钢筋水泥轻轻勾勾的呢，免勾勾一下就断去啊。啊，搁一点，航空母舰的甲板啊，中国无法度做，就是讲，伊若万一破空的时阵啊，伊无法度补。这拢是伊这家的很大的问题。啊，过来，航空母舰啊，因为体积庞大，所以伊的迄个雷达、伊的护、迄个防护网啊。要跟别的军舰不一样，航空母舰标明上，你伫雷达甲看讲，伊伫即个 A 点，其实那个时候啊是在 B 点。美国的航空母舰拢有这款作用，所以你看到的跟它实际上的点是不一样。啊，中国是无同款，在哪里就在哪里。所以啊，美国常在甲笑，讲你这哪有效？我阁甲你讲，你唔免惊中国。中国听清楚，中国的95%，95%的高官就是省长以上的高官，95%伊的囡仔拢伫美国，拢是美国人的老爸。我问你咧，你的囡仔拢伫美国，拢摕美国籍，你是毋是美国的老爸？是不是？你的囡仔啦，含这你都唔知啊！你的小孩子在美国啊，变成美国人、美国公民啊，你唔是囡仔的老爸，也是阿公，也是妈妈，也是姐姐吗？啊，唔是？啊，会战争无？会无？绝对袂嘛！啊，你惊啥？所以美国讲，还唔是我讲的，希拉里讲的。伊讲吼，你放心啦，中国绝对强不了啦。95%以上的高干的子女都在我美国，我只要宣布，那中今天被见，我只要宣布，所有高干子女在美国的财产一律冻结。啊，就是啊，啊被见下，啊被见下，我都见无，无法多见啦。所以唔免惊讲中国滴干哩哈，但是吼，美这个中国即马换正巧，伊嘛逐天滴看咱的上课呢。三年外，你敢捌搁听中国的高级干部甲你讲，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捌无？唔捌啦。为当时开始，你有注意无？为习近平，唔是习近平，胡锦涛和奥巴马开会以后，中美联合公报内底是为迄当阵开始，我相信胡锦涛。已经去奥巴马说服，伊讲你若要发电，你要按照国际法，你袂当讲用你家己的法律，啊，你要伫这个国际上要称霸，你要崛起，我可以让你崛起，可是你要按照国际法。台湾不是你的，所以伊即马开始拢换做一句话，叫做台湾是中国的 core interest 核心利益。欸，什么叫核心利益？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，什么意思？你讲，你敢听有？我听无呢。中共伊若卖讲是他的一部分，我就讲下好了，安尼算了，反正都跟你无关了嘛。因为伫马关条约时阵，已经完全挂乎别人，乎日本天皇去了嘛。啊，日本天皇到今日为止，并无将台湾国家挂出来嘛。
什么人有一个和平条约来讲台湾已经日本天皇给挂给别人了？有没有？没有呢。啊，所以物件若无挂给别人，啊，这个物件还阁谁的？日本天皇的啊。问题是咱台湾人受教育，国民党一声就甲你讲什么光复节，明明台湾的建树，建树的国家哪有光复？你就建败啊！啊，这样伊真好哦，我讲国民好好的课本啊，即马为今年开始改啊，光复节甲提掉啊，六十几年后即马才提掉。啊，你建败，吼、哦、台湾建，所以咱台湾人吼、哦。生活在这种的矛盾，互相的所有事情拢在矛盾的苦苦的内底，无怪囡仔会，他看会笑倒去嘛。啊，无代无志后，伫捷运内底乌白杀人诶，这些啊，囡仔的价值观无起嘛。这些啊，台湾人长期以来，长期以来，台湾人拢是生活伫一片谎言。的世界，所以只有和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以后，台湾的问题才能够解决。这节课我上到这，下一节课再见，谢谢。各位同心好。